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全新的双人对决模式，通过竞技菜单可以进入到这个玩法中哦。好友，但是为什么是灰色的啊？是不是后期会开放好友对战？期待期待。在双人模式中，植物不受数值加成，不同的卡槽位置将决定植物上场的具体阶数。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对战，看星星盼月亮，期待能开发出别开生面的玩法。双方各守半场，既要布置植物，又要进行僵尸进攻。居然能用三阶猴子和山竹，切！闭着眼睛选，千军万马都不怕，这僵尸就是逊啊！大家可以关注到左上角的向日葵基地，对战中竞选生产类植物，大家需要分配有限的阳光资源进行战斗。左下角的僵尸技能可以帮助到你，点亮技能可以提升僵尸的综合能力。点击僵尸后，僵尸就会进入到等候队列，依次出场进攻。好的好的，认真起来了。接下来我将和黑猫进行一场实打实的对战。我们可以看到双人采取实时匹配模式，对战双方将会在线进行战斗。游戏不错嘛，来来让我看看。消耗阳光可以升级向日葵基地，获得更快的阳光补给速度，也可以提高植物的种植上限哦。建议多加入一些随机的元素。除了传统地图，双人对决也将开放多款地形，增加战斗的挑战乐趣。背景看到了骨骼鞭炮，这年味儿一下子就来了呀。这背景设计的还是比较漂亮新颖的哟。拜托你很弱哎。恭喜黑猫获得胜利，每次胜利都将获得星星提升段位等级，更有宗师段位限定名片等你收入囊中哦。装逼利器还不赶快抢起来。